個人街景，今天是2024年的1月6號星期六，時間晏晝2:03，我們現在在個西營盤的第三街這裡行下的，我們位置在哪裡呢？後面呢就是個東邊街了，現在一直落回去第二街、第一街、皇后大道西、德輔道西和這個江樂道西了，去到海邊。東邊街另外一邊上回去高街那邊的位置了，那沿著這個第三街一直走到街尾看看情況是怎樣。現在其實第三街一二三街來說，第三街是比較靜一點的，因為始終都比較走到上去半山的位置，第二邊就是食肆都比較少一點，這條街多數那些五金啊、整車啊啲鋪頭，所以就人流就稀疏過一二街嘅。其實嗱，你就咁行咧，都感覺到個氣氛都好靜。五車鋪頭咧，呢度有。整體來說都很靜，街道人很多店都沒有開，加上有些店又招租，有很多這些護老院，所以令到整條街都氣氛都很比較靜。街鋪這裡了，旁邊這個呢西營盤街市了，其實之前疫情都入過嚟拍啦兩三次嘅，入邊其實都好靜嘅啦，大家望一望入邊咧，加上可能個時間問題啦，咁你兩點鐘街市都係比較靜啲嘅。嗱，嚟到正街啦，呢度啦。正街咧就變一個行人專用區啦，嗱呢個落翻去啦，第二街同第一街落翻去啦，條斜路，再上翻去咧高街同埋呢個觀瀾道啦，有行人天橋噶啦，唔係行人呢、這個啲扶手電梯噶啦，係啦，咁就行落去繼續啦。好舊式鋪頭呢度啦，見到呢邊都係啲舊鋪，見到。分益啦，買啲辣椒油啊，嗰啲地方啦，星期六下晝有休息嘅。啊，啲花店咁樣咧，見到左手邊即係對面街咧，有好多見到啲新嘅住宅項目啦，而家啦。
過咗頭先呢個靜街附近咧，又開始又靜翻噶啦。我以為位置始終半山少少啊，所以就都比較靜啲嘅呢邊咯。根本很多鋪頭不知道是結了業還是今天休息了，今天奉正在這些附近一間賣麵的，西區社區中心喺呢度啦，舊式嗱，呢啲咁嘅紅磚屋都好古舊嘅呢度。西邊街啦，呢度啦。快啦，高街嗰個位置啦。哦，過咗馬路啦。進來都好靜。如果住可能都幾舒服嘅，好寧靜嘅。而家呢個西營盤站之後咧，附近亦都交通亦都好方便嘅，而家好多呢啲補習社啊，開下啲附近。哇！喺度執台啊！店啊，呢啲咁好多喺度。一二三街就第三街就長啲嘅，一直行到前面，駁翻去呢個薄扶林道，直上可以。哦，西營盤呢個遊谷兒童遊樂園啊，呢度。對面就西營盤郵政局啦，原來。哦，過咗馬路啦。我哋過對面行下啦，因為咧，即係前面冇乜鋪頭，快點燈嘅應該噶。嗱，如果薄扶林道呢個方向轉翻出去，就係呢個香港大學嘅方向啦。好啦，我哋咁啊行下啦，一直行。好舊，依家嘢都好舊嘅，不過其實都好多吉鋪，其實都係。啲剪髮鋪啊，呢啲咁，但係都係一間開啦，其他好多都冇開啲鋪頭，有一兩間開就有一間閂咗門咁樣。哦，呢度有幾間都係招人租啦。
食肆都有一間喺呢度，係啦。都好窄呢啲街嘅，香港呢一段啲街道，水街啦呢度啦。嗱，依個落翻去咧，第二街、第一街啊，皇后大道西嘅方向啦。好啦，我哋就行落去啦。成片大部分好都好正嗰度，聖女師中學啦，對面。聖女師中學嘅正門喺呢度啦。哦，一間青少年中學中心喺呢度。呢一段轉彎轉彎上去咧，就差唔多接近香港大學嘅位置啦。喺條斜路咁樣行上去嘅要。啲小學啦，再行上去就係第三街嘅最後一段，一段斜路嚟嘅。過馬路先啦。天氣冷。都比較斜呢段路都係。都是第三街的，落翻去高街啊，薄扶林道啊，邊個位置啊？係啦，薄扶林道呢邊啊。第三集俾大家睇下，咁我哋今集講到呢度先啦。大家俾曬啲咩意見啦？下面留個言俾我聽嘅喎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